就在刚刚，崩铁官方爆料了 2.0 版本的三个新角色，分别是黑天鹅、花火和米莎。没错，崩铁 1.6 版本一过，直接就是 2.0 版本了，并且在 2.0 这三个新角色里，三个居然有两个都是超重量级别。第一个是新的五星风系虚无角色黑天鹅，有卡妈的开拓者需要特别注意，黑天鹅大概率就是盗特队的售后之一，如果能借此优化掉队伍里的四星盗特手，把盗特队优化成全金阵容，那么卡门的实力和地位绝对又会提升一个档次，稳坐 T0 不再是梦。另一个则是崩铁首个量子同学角色花火，量子队的最后一块拼图终于要来了，开服希尔玩家可是等了大半年之久，虽然花火的技能还完全不清楚，但是有常驻的丫丫兜底，限定五星同学肯定也不会弱，而且作为同学角色能提升大部分队伍的伤害，泛用性很广，基本上也属于必抽的，只不过前有软梅后有花火，一下子出两个五星同学，我的钱包可顶不住了呀，这下真要汗流浃背了。至于米莎，四星冰系毁灭角色，外形有点像我一个二字游戏的故人，不过这不是重点，冰系毁灭大 C 已经有净流了，四星再怎么也翻不了天，如果技能组比较优秀的话，萌新前期开荒需要倒是可以练练，毁灭角色在当前版本还是比较吃香的，四星毁灭 C 加五星同鞋加五星生存位应该会是比较舒服的开荒配置。